失眠了，不简单的人很快收场了，这新鲜的感觉不像是爱，像太寂寞，怎么说呢，不像是男女朋友，尴尬是一分钟或是一天到晚，随便去说什么却不知说什么，嫌弃太过啰嗦，看透以后平静不见的诱惑，并不是寄托什么，只是寂寞的说出口，一眨眼而过，很快已失去联络，都不必纠结，嫌弃。